说故事的一只眼睛，等着我，你听我解释吗？听我解释，我不要分手。我们之间见面的那一段是有点老套，男女主角手不来电，直到被电叫，停止写到无视角。不要分手啊！抓住，所以又抓不住，对，抓不住，对不对？看啊，不好抓，抓住，停！我不要分手，停了以后说我不要，我不要分手，不要分手，我有让你抓到啊，好了，不会抓，有这么不愿意让我抓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认真吗？可是你刚刚那个没有抓，咱们要联系耶，联系耶。要什么话自己是啊，玉米，不要分手。他自己忘记了，反正都会打马赛克啊。对，都会打马赛克。你看，新图没在补妆啊，也是马赛克跟 B。不少补妆的，这几天没补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前天的海苔都开心。嗯嗯嗯。我敬业嘛，对不对？呈现最好的那一面。不，我觉得他是气打黑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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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啦，就硬要把自己的照片给拍。你拍得清楚吗？帮你挡一下。反正打马赛克吧。有没有多撩人呢、啊？撩起来，人家还说我奇梦哥嘞，奇梦哥。没有在拍，有在拍。因为我可以彻底的忘了你，许愿你从我的生命里面完全消失，就当是我求你了，让我愿望成真吧。对不对？送我了，然后把它倒水。快帮按摩！把粉红色围巾拿下来。为了大闸蟹，我不惜出卖我的助理，因为咱们黄飞说拿包子来换，刚好我的助理就叫包子，去帮他按摩。好可怜，你不用去拿你的包子了吗？不用，他不用。像我需要，而且我助理还会脚底按。来，直到被点着，编剧写到不睡觉，接着你我会演到热恋或退烧，想来想去都猜不到，一切太妙妙妙，缘分的圈套套套套，把我们套牢，如果不拥抱，怕观众无聊，是时刻问我。将手撕掉，要要要要，失去我却找找找找，心前的发抖，每一个桥段。对，来，他会怕，他有点那个力，挺瘦。啊啊啊！这样吗？太夸张了。好身手，猜名蛮好，是不是？很恐怖、哦，不会啊，之前还有拍过更恐怖。可以了，你这样子可以了。哦，那个怎么样？哦，好在对不对？方向盘，对，这样几个，这样。地板动作，这个不行。因为我一定要滚到脸是这边的，对，比较好，蛮难。因为我刚刚出来是这样。
坐起来了，没事。坐起来。对，没事。然后开始，啊，不行了，晕了。这样他就可以先带了。来，宋哥，宋哥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有拍到我吗？宋哥，你还冲那？你真是冲的挺好。这是什么车啊？这感觉被一头牛撞到。哦，幸亏我练过腹肌。